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嘉欣，小黑喝的快，他一会儿就完。小黑喝完给你吧，等会儿。保护一下嗓子，我嗓子真有点又疼又痒又又什么，就那种要重感冒的前兆。弄四个不好吗？四个我也没有四个手拿，他们照样抢。我也来两口。回去喝点小柴胡，我刚才吃了药了，吃了药我觉得感冒也得要死。